我说了，就我上面这一套英雄池，把亚莲、元歌、马超、老夫子、练会随便上分，其他英雄都可以不玩，这几个必须玩，这几个有体系、有强度、有英雄克制练，这套就是版本答案，玩会必上分的嘛。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的，只要练会这四个，主播玩的这四个英雄，你给他练会了，上不了分你找我问题好吗？对，你要练得明白，上不了分，你可以找我的问题，没问题。其他都可以不练，这四个边路你必须会，这个版本必须会，不会就找自己问题。如果你是辅助玩家，这版本就玩三个辅助：张飞、大乔、孙膑。张飞万级有什么阵容都能拿几乎，孙膑、大乔这版本最强，两大 T 零辅助，这版本是软辅的天下。然后这把老夫子，我把线一带，我来正面，我靠，孙膑带着队友打将，直接捆一个，能不能玩？直接无敌，死不了，根本死不了。我教你们的克制论，你们一定要会。打老夫子用亚莲，打亚莲用元歌，打元歌用马超，打马超用老夫子。记住了，这四个英雄会之后，对面选什么你都可以用什么打。打吕布用元歌、亚莲都可以打，老夫子也可以打，看阵容，懂吗？打吕布要看他们队友选什么阵容。啊，打夏洛特可以用亚莲，也可以看阵容。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那四个英雄其实是相生相克的，懂吗？没有绝对的 T 零，但却有克制关系。轰炸了啊！精准捆，捆住就杀，好吧？敲敲击下满去，打断他，不让他踢我队友，懂吗？就敲他。哎，你看，问心无愧。老夫子打团，只要你能捆到对面射手，赢了。精准捆贼，学会大闪不难吗？大闪大不到人，找到自己问题。